我们现在要去码头，可是我在整理东西啊。码头见。叫人家来接啊。 你真的好适合演车夫哦！码头，我在整理东西啊。码头见。叫人家来接啊。哦，哎，车子推出来，去接他们。 他们有推车，超多东西的。有有有，他们过去，有人过去，有人过去。真的吗？你真的好适合演车夫哦！来，什么东西都放上来吧。这里，听，就这里。啊，披萨嘞？披萨，小朋友哎呀。 怎么样？披萨，没有哎。那个老师还没有被我们打晕。哎呀，走，所以不能拿。被我们打晕之后，回头，你们走。然后还没有东西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没有。走吧。我刚刚整理吧台，整理到一半。然后呢？对。哎，这样。然后呢？ 我觉得要先决定我们的好，我们的料种类，还有菜色啊，什么今天卖什么？我们没有买到你的那个仙人掌哦，因为我们真的时间很赶，但是我们只有前置那些七喜，对，可以先调个酒，先调个酒，那就是七喜跟八嘎，可以再七，啊冰块，对啊。 需要哦，对，这个有点太大了，哎，它这是一体成型的，哦，这也是，哦，要，我应该这个先搬上去。 放后面，比较轻。好，还是让它两个平均。对，好了，放。来，那我们是要这边做露营区。呀，这是什么？招牌。让我看下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要在码头上面立的。 洋葱很可爱，洋葱它有它自己的一个 style， 不管是依赖我，依赖谁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它找到安全感，它就会附着上去。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招牌？我们的招牌啊，是要用在码头的。你订了一个招牌？对，一个惊喜。哦，要拿工具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走吧。订了一个板子。广播，广播洋葱吗？ 啊，我也忘记了，我忘记那时候是我订的东西，这样。害我在那边忙到一半，然后又不知道忙什么东西，然后突然跑过去，又跑回来拿推车，又跑过去，又再跑回来，啊，结果又不知道放在这里，又是放在码头，就是跑了好几次。